讲。我们讲五回合的话，不仅仅是多了两个三分钟的问题，双方要对技战术进行相对的调整。我看一上来乌拉汉的话就开始抱摔，将对手摔倒在地。现在的话，乌拉汉呢拿到一个骑乘的位置，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优势的位置，因为从这个骑乘位置你可以对方进行击打，地面锤击，十字固，哎，十字固尝试，哎，哦，是可以的，做成了，这是一个应该说是闪电战啊，这个时间太快了。对观众，这个中缺少相应的防守优势来看是乌拉汉的优势，对，占了很大优势。对，我们看到这个十字固的话做的也是非常的标准。那么裁判马上宣布我们比赛的，下面宣布本场比赛结果，黑方选手第一回合仅用20秒十字固降服获胜。用20秒降服，对对对，那我们祝贺乌拉汉。